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他问说，广播电台啊，以10000瓦的发射功率啊 ，T 等于10000瓦，播送呢波长3公尺的无线电波了。那他问说，每秒发出光子数为多少？好，那这个，这个波长3公尺哈，它一个光子哈，它的能量叫做 E 或者叫 H 是等于 HF。好，啊，它现在每秒呢射出呢 n 个呢光子，也就是说 n 乘以 HF 哈，这是每秒发射出去的呢能量。好，这是一个光子的能量，它每秒射出这么多光子，所以这是每秒射出去的能量，这个就是功率了，功率 P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n 算出来。好，每秒射出的光子数，这是 HF， R 分之 P 啊，那这等于多少？我就把数值带进去。好，功率是10000瓦。哦，10000瓦，1000瓦是10^30瓦特，那 H 是6.625乘以10的，哦，这是普朗克常数，负34次方，那再乘以多少呢 ？F 是频率啊，频率是三，波长，波长是光，不是光速了，光速除以波长就是频率。光速是3×10^80公尺每秒，啊，波长是3公尺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算出来。好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，我们这个一除以多少呢？6.62，这是0.1509，哦，大概是0.151啊。好，啊，再乘以多少呢？10的，这4次方加34次方，啊，减掉8次方，哦，刚好30次方啊，哦，这38减8是30次方，所以约略多少呢？哦，这省略啊，这个省略好，1.5乘以10的多少呢？29次方，这是个了哈，按每秒。